谢谢我们跳舞队带来精彩的表演。好的，各位嘉宾还有各位媒体先生，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台上有许多的剪彩嘉宾已经就位了。首先呢，我先来由我的舞台边的最左手边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莅临的贵宾。首先第一位是我们微风广场艺术总监廖小乔廖小姐，再过来是我们黑松股份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大侯先生，再过来是我们微风广场的执行常务董事廖振汉廖长龙，接下来是我们台硕声音的王瑞宇王董事长，还有我们的重要贵宾国民党的秘书长廖嘉礼廖秘书长，谢谢秘书长。接下来是我们微风广，对不起，接下来是我们中兴保全的董事长林孝信林董事长，接下来是我们国策研究院的田宏茂田院长，再过来是我们的国票金控的董事长魏启麟魏董事长，我们右手边的第倒数第二位是我们联邦银行的总经理林宏联林总经理，还有我们微风广场的总经理刚一郎刚总。我想有两位贵宾没有介绍到，他就是这一次打造我们台北车站最重要的两双手。首先我们先请我们的工作同仁将我们重要的支持台移到我们正中间，我再来郑重的介绍我们的贵宾。好的，在这个2001年的11月11号，1000年才会有一次的日子呢，也是我们火车站重新跟大家见面的日子。这个打造这个国际级同步的卖场以及火车站的漂亮的中庭，最重要的第一双手就是我们微风广场的董事长廖伟志廖董事长。我们欢迎廖董事长跟我们讲几句话。董事长请。各位来宾，各位长官，这个媒体朋友们，大家早，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就是在我们的开国啊100年11月11号11点，我在正式来参加我们这个台北火车站微风广场的企业的这个上面。记得我们在96年10月26号。我们是2楼先塑造一个台湾所谓真正的小吃街，把台湾真正塑造打开国家的大门，提升的品质，正式介绍跟国际同级的来这个商品的门面呢，国家的门面呢，来为外面来经营，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是享受到。也要提升到的，不只是做国内的这个社会的消费者，还要做国外这些那个嘉宾呢，来对我们的肯定。当然，这4年之中也受了掌声，也受了肯定。那最主要呢，今天从1楼地下室到2楼，已经全程来面对大家，不但是把这个台北火车站这个微风广场的商店呢。正是好有如这过程啊，有如凤凰异火重生。那今天呢，有这个范局长啊，本来这个交通部的这个王部长昨天因为6点啊，特别的提醒他亲自来看了、差不多有1个小时。我想这4年他对微风的指导，还有范局长这里用心用力来大家来合伙。用心用力啊，让塑造真的是做到麻雀变凤凰。我有的维护团队呢，也相信也可以对得起大家，但是我觉得维护团队还是不够的，还是要多加油多努力，希望呢可以跟更多的客人更多的国外嘉宾
你们再接再厉，希望不久的将来呢，我有下一个卖场，更多的卖场，到国内呢遍地开花，给大家更多的肯定跟鼓励。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快乐。谢谢，谢谢。谢谢廖董事长。抱歉，接下来呢，我想打造这个国际级的卖场，最需要另外的推手，也就是我们台湾铁路局的局长范局长，范子武范局长，欢迎范局长跟我们大家讲几句话。欢迎范局长。等一下，我们维文广场的廖董事长啊，还有所有的这个贵宾啊，因为刚才都有跟大家报告。就录音记录了。今天呢、啊，我要代表我们台湾铁路管理局做两个感谢。第一个呢，是我要感谢整个维护之南的团队呢，这么优秀的团队呢，从1996年开始帮我们这个台北车站呢，打造成一个全新的印象。让台铁的整个的这个百年老店的这个意象呢，从这个刚才提到的，从这个麻雀啊变成凤凰。1996年，我们跟这个维丰呢，经过多重的努力，还有各方面的协助，好不容易呢，让二楼开始营业。在我的印象里呢，每天呢、啊、都接到不同各界，不管是亲戚朋友。引诱大众呢，赞誉你家。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也要坦白的跟大家报告，我们台铁局的私人呢，从二楼走到楼下以后，会觉得是从天堂走到人间。这表示说，我们台铁有太多太多要努力的地方。所以我先第一个是，我要先感谢维丰整个团队。这么杰出的啊，这个效果。那第二个呢，也很好，也很巧。我们从1997年开始呢，由中央政府补助我们呢，做4年的振兴方案这个经费。我们把第一个重点呢，就放在整个台北车站的整建的工作。啊，这个计划大家可以慢慢一点一滴的看到它的变化。啊，那这中间呢？我们几乎啊，为了这个一楼跟地下一楼，未来要怎么样做一个整体全方位、国际级的这个规划呢？可以说每天啊，我们都跟我们这个杰出的维丰团队，包括廖董事长、廖长总、廖特助、蔡特助等等，还有刚总经理，每天都在研究怎么样去把这个工作做到最好、最完善。今天呢？非常的不容易哦，刚才这个廖总也有报告，我们马务长呢，昨天在汇报结束以后呢，还特别赶到这里，每个摊位都走了一趟，然后连地下室的东北角、西南角的整个的这个超市卖店呢，也一个一个逐一观赏。我们知道我们马务长当过观光局局长，见多识广，可以说他是在密。当然，在这中间呢，我们提到的整个的这个台北车站的形象跟台北的形象呢，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来打造出来的。所以我先介绍一下。当然，大家可以知道，目前来讲，台北车站，我们讲台北中央车站，是一个三铁共构，松山线通车以后呢，是四铁共构。103年，桃园机场捷运就要在我们这个东北侧。这个通廊呢要开始启动，将来就是五铁共构，而且从台北车站呢就可以行李直挂啊，直接到桃园的国际机场。我们可以想见，一方面我佩服啊维丰整个集团的远见跟这个前瞻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期待整个台北车站呢，我们要利用这个中央政府补助的这个很宝贵的经费呢。把整个这个五铁共构的这个地区呢，重新完全打造成一个国际级的国家门户。台铁呢，我们也要从过去啊只卖车票的啊
啊，所以这个票箱的速度呢，要完全要转型到所有的车站跟所有我们的资产呢，要走到行李生活事业，就像我们台北站，啊，将来旅客到了这边呢，食衣住行娱乐一次过足，哦，啊，不用到别的地方去，啊，将来我们的理想已经从今天，啊，民国一百年11月11号。这个时刻呢开始启动，所以最后呢，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台铁，今年是124年的老店，我们期待呢，也希望呢，所有今天包括来到现场的贵宾，所有的乡亲、旅客大众，这个市民大众呢，不断的鞭策台铁，不断的给我们指教，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啊，把整个大台北的这个车站呢，整个的生活圈呢，打造成世界一流的这个地点跟场所，啊，也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工作之余呢，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休闲，甚至观光跟旅游的项目。主播各位观众，除了感谢，现在是在台北车站，就在刚刚11:11的时候呢，这边已经全新开幕，永保安康，谢谢大家。谢谢局长。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要启动我们这次的推动我们国际级的都市向前迈进。那我们有请我们所有剪彩嘉宾协救我们的剪彩位置。首先欢迎董事长跟范局长，还有我们廖秘书长，我们就中间。那王小姐、常总还有张董事长，上下我们这边。那我们在所有贵宾的推动之下呢，将我们的这个时尚火车向前推动。我们倒数5秒，5、4、3、2、1，请推动。谢谢。那我们也请我们所有贵宾特别站在我们的舞台正中间，我们大家一起合影好吗？是，好，我们请各位，我们董事长跟11位贵宾要下往前吗？好，那董事长，对不起，应媒体要求，我们贵宾可以下到舞台正前正中间。好，我们给媒体，我们正方、前方媒体一起做个拍摄。今天是千载难逢啊，2011年的11月11号，由微风广场的董事长呢带了11位贵宾。来推动这个时尚的火车，那我们也希望呢带给大家更多元、更丰富的生活，那还美食、礼品，甚至满足你的需求。谢谢。好的，那我们请董事长还有我们局长可不可以留步？董事长跟局长要留步，我们接受媒体采访。对，稍后呢，我们董事长将带所有的贵宾呢，记者来参观这个活动。
然后跟局长，我们前面还有一个这次手术进度，小心哦，不好意思，就。好，那下来介绍是六福皇宫六福客栈的便当，这次有做买第二个送半价。那想给你。等一下来，等一下来，快点。